你好，你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 你好，你好，是你的吗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你的吗？是。 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手机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你是学生吗？是，我是学生。你呢？你也是学生吗？对，我也是学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明。你呢？我叫晶晶。 晶晶，这名字很好听。谢谢。再见。好。再见。朋友，你好。你好。 最近怎么样？我最近很好，你呢？我也很好。你最近忙吗？不忙，课很少。你呢？工作怎么样？很忙，工作很多。这是我的朋友。你好，我叫小梅。你好，我叫王明。 认识你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你们是同事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是学生。嗯，你学什么？我学中文。你喜欢学中文吗？ 我很喜欢。你的中文太好了。哈哈，是吗？谢谢。你们认识很久吗？不久，他是我的同事的朋友。他是你的朋友的朋友。哈哈，是啊，我们都是朋友。哈哈哈哈哈。你们要喝咖啡吗？ 要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们走吧。你们要喝什么？我要喝热咖啡。好的，你呢？你要热咖啡还是冰咖啡？ 我要冰咖啡，谢谢。王明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好喝。小梅，你的怎么样？我不太喜欢，味道太甜了。你们要去看电影吗？ 今天吗？嗯，明天怎么样？明天好的。你呢？你要去看吗？好的，我也去。